只需要一点科学的观察，只要量出叶片的大小，再结合我们的体重，就能算出安全的路径。小心脚好，小心，接住了。小树灵，你的陷阱也不过如此吧。 什么？不干！不干！不干！怎么办呢？我。
们的意图根本没办法进攻。鸭子得救了，我们又被困住了。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没错，冷静。凯夫老师，快帮帮我们！如果遇到困难，你就翻翻书，翻翻。开启传输。别被表面的困难迷惑，喝点冰镇汽水，冷静一下。我们不是要这种冷静了。你怎么真喝起来了？别被表面的困难迷惑，我有办法了。风卡风卡，喧哗，宇宙洪荒，属灵归位，万物如常。被表面的困难所迷惑，我成魔力了。